肖战入选2023年最帅男演员，10万选票荣登前三甲，实至名归。近日，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2023年度最帅男演员的热搜话题，打开一看就见到了肖战的帅照。肖战入选2023年度最帅男演员本身就是实至名归，肖战也不止一次入选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还得到了10万选票，助力肖战荣登前三甲，这就是众望所归，有颜值也有过硬的实力。据悉，青年演员肖战成功入选2023年度最帅男演员，肖战10万选票荣登前三甲，非常厉害。这就是肖战的影响力，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也是一位颜值无可挑剔的优质正能量偶像。除了肖战，榜上还有王一博、邓为、程毅等，都是娱乐圈里独当一面、鼎鼎有名且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，也都是实至名归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开始给肖战投票。肖战是自己信任的好演员，给肖战投票无可非议，肖战有资格拿到这样的头衔。当然，肖战更重视的是作品，肖战不止一次强调拿出好作品才是自己的初心和使命。事实证明，肖战做到了，这么多经典作品和舞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也要感谢大家一路走来对肖战的大力支持，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，肖战不可能走得这么远。希望肖战可以继续努力，未来的路很长，一定要做到不忘初心，勇毅前行，努力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与此同时，正向引导小飞侠继续坚守公益初心，服务人民，肖战未来可期，实至名归。